当我晚回家时，我的女友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咋的，家里有人啊？哪有人的姐夫？你喊谁呢？你是不是失忆了？我是小美啊，姐夫。你是不是失忆了？宝贝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回来这么晚了。叫谁宝贝？让我姐听听不好吗？哎呦，新剧情啊！那我先进屋行吗？进来吧。邻居看着不好。小点声，让我姐听见怎么办？啊，行，再你也小点声，我再小点声。好，得了，我整点水呀。别着急呀，这屋让你看点刺激的。看啥呀？进屋啊？准备好了吗？我可要掀开了。别，等，这里都啥呀？你姐呀？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滴一下？买了件衣服，用了你账号，扫下脸。晚回来一次就3000哦，以后还敢看你晚回来几次？啊，3000行，不贵。然后呢？